猫咪夏天能接受多少度？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。猫咪全身上下都有被毛，同时猫咪体温也比较高，所以猫咪在夏季所耐受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。一般将猫咪放在30度以下的环境中，如果环境温度过高，就很容易导致猫咪出现中暑。如果中暑以后没有及时处理和救治，很容易导致猫咪死亡。中暑的临床症状为体温升高、舌头发干、呼吸急促，甚至出现虚弱、四肢无力、昏迷、休克等情况。某些地方的夏季比较炎热，如果猫咪的体质比较好，也可以开空调，但是需要将空调的温度维持在28摄氏度以上。如果温度过低呢，容易导致猫咪出现咳嗽、打喷嚏等呼吸道症状。